买了这么多新版的粘土，我要赶紧回办，让大仙和貂蝉看看去。走喽！啦啦啦啦啦！貂蝉，看我这灯笼好不好看？哇，这灯笼可真不错。不错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做法特别简单，只需要一个气球、一个瓶子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你就有呗。行啊。那貂蝉，你有瓶子吗？有啊。哦，气球呢？我找找看啊。行。别管他，大仙，赶紧教我这个怎么做。行，把这个瓶子啊剪成一条一条的。哦。哎，貂蝉，你说这个粉色好看不好看？啊，好看。哎，那我给你做一朵粉色的小花，给你做一朵湖蓝色的小花，怎么样？好好好。哎，貂蝉，就这样啊。哦，好。哎，貂蝉，你看这么大的花瓣行不行？行。爱搭不理的，我还不想理你呢。大仙儿。你看这个湖蓝色的小花，做一个黄色的花心行不行啊？行。这两个人都不想理我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！时间静止魔法，乌拉乌拉 ，biu！ 哈哈，你们两个的时间都静止了吧？我让你们两个看着我做粘土，哼！看到没有，我要做花瓣啦！哎呀，这我怎么动不了了呀？我不想开胖妞做东西。哎呀，我眼睛好酸呀，好难过，怎么办？花瓣好了，做花心儿。哎，这个颜色行吗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哎，看来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，就这个吧。再来一个这个颜色好不好？哎呀，还不说话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貂蝉，你不至于这么感动吗？还哭了？感动你个头啊！我这是酸的了。不说话呀！哎，你们看我做的小花，五颜六色的，好看吗？还是不说话。哦，忘了，忘了把你们的时间静止解开了。我现在就解开啊！时间静止，解开魔法。胖妞儿，早知道我就看你做小花了，求求你以后不要用时间静止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啊，胖妞，你看我们两个都泪流满面的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用了。来，小花送给你。好，谢谢胖妞。胖妞，你也给我做一朵呗。啊，